你是否常常在想，什么才是最好的人生呢？再帮我买一下哦。好啊，蜂蜜柠檬。公司里是标准便利贴女孩，这样最好，能者多劳。连一被找去凑数，这样最好，人缘好又可以吃得饱。存款没多少，这样最好，不甩金融海啸。车子没人家好，偶尔还抛锚。车又坏了，但是这样最好啊！我们一起散步回家吧。自己认为最好，才是最好。发现最好的女人，Paisy。